看我精准投篮！嘿，哎呀，发什么呆呢？潘家辉，我问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有那么一个人，曾经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楷模，特完美，跟标杆似的。可忽然有一天，你发现。 他有着你并不了解的另一面，我知道你说的是肖主任。哎，我现在心里还真是觉得挺别扭的。别多想了，你没做错什么。如果肖主任也没做错什么，我相信一定会真相大白的。 是不高兴了，还是累了？为什么一夜之间，好像曾经以为熟悉的人，却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？毕竟出了那么大的。比自己生命还要重的人，所以我们没必要害怕真相，对吧？什么事儿啊？还非得把我约到这儿来说？我想告诉你，我之前反对你调查，也许的确是我有私心。可我现在明白了，矛盾是回避不了的，我也想揭开盖子。 如果任由非法购药像这样发展下去，恐怕就不是我个人被停职，安然医院都有可能被摘牌。你好像不太兴奋。我输了，你赢了，你应该高兴啊。我现在怀疑，你的动机是不是怀疑错了？ 我之前是怀疑过你，可是这种怀疑随着一件一件事情的发生，我有些动摇。你的这段绕口令，是不是想告诉我，你现在不再怀疑我？目前还没有定论。可是我在想，你一个人可能做得了这么多事情吗？布置得这么周密，掩饰得这么完美。 最重要的是，你可能这么坦然地面对所有人的眼睛吗？刘白，你那还多少？不到2000，全部秀了。 两对儿，瞎跟什么呀？亮牌，两把顺子，心情可以理解，点儿背，太背，洗牌。
于大姐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该说的，我们都已经说了。可你们明明知道，肖克明没有拿过你们一分钱。你们明明知道，肖克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医生。肖克明大夫救了你丈夫的命，他不求你回报他什么，但是你们也不能反咬他一口呀。你要是再缠着我的话，我就只能报警了。 他们早就预料到有人会去查监控视频，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。真是天衣无缝。现在是监控设备满天下的时代，销毁证据不算什么高智商。那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只剩下了一个：他们怎么知道安然医院会在5月3号10:20左右召开药事委员会？ 这只能证明我们之前早就有的推测。医院有内鬼，而且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药事委员会的人，或者是有可能接近药事委员会的人。大夫、护士、秘书、各种行政人员，他们都有可能接触药事委员会的成员。这个数目会很庞大，况且药事委员会会议。 不像公安局的保密会议，恐怕查起来没有什么希望。向卫生局主管部门汇报。能不能先暂时不要汇报？你不是说过你也想把盖子揭开吗？不汇报我需要理由。瀛洲医院的监控视频被人为的删除了10:09，这显然是个阴谋。 不管怎么样，毕竟那10:09消失了，现在的一切还都是团迷雾。你的意思，你想自己先去查？我不想让安然医院再次陷入混乱。你想不到吗？这样一来，安然医院泌尿外将永无宁日。我想，如果再这么瞒下去，只会造成更多的猜疑。 起码，我们俩都属于知情不报。我明白了。只要是你下决心做的事儿，谁也拦不住。你去汇报，不用担心我，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。老话不是说吗？狮子多了不痒，债多了不愁。老话说的有道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给我点钱。 你不是有工作吗？你怎么还老来找我要钱呢？工作我已经辞了。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，你为什么就给辞了？那工作没劲，整天累得半死，一个月就这么点钱，要不是看雷震的面子，我早就辞了。好，有工作你不做，没钱活该，我也没钱。 你总不能看着你的亲弟弟有难，也不拉把手吧？怎么就这么点钱？卡的密码多少？何磊，我告诉你。 这300块钱就是我这一个月的生活费，你都拿走了，我就别吃饭了。可这点钱不够。你要那么多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就甭管了，这300块钱肯定是不够。好，钟大夫，非常感谢你顶着舆论的压力向我们提供情况。我知道你们怀疑肖克明大夫和冯岩之间有金钱交易，但是我可以证明，直到肾脏被送到安然医院之后。 到底是给李中天还是给冯岩，都没有做最后的决定。钟大夫，你到底想说明什么呢？如果冯岩和肖克明之间有交易，他不可能一直等到肾脏都已经来了，还无法确定应该给谁。你相不相信肖克明大夫是无辜的？我不知道。陆亚楠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？
肖克明他有没有可能真的干了非法购药的事儿？药品的确是非法的，肖主任的确是冯岩的主治大夫。他的账户里又的确多了一笔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钱。你让我该怎么想？我能怎么想？完了，连你都这么想，那纪检的人该怎么想？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于静。 于静，你回来了。你是不是又去找冯岩了？嗯，他还是不肯见你吗？于静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但是作为你的朋友，我希望你应该冷静一点。毕竟现在这件事还没有定论，你一次一次的去找冯岩。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现在这件事情是没有定论，可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好像早就给肖克明定了罪？你们，陈雨静，你这样说话就不对了。从你进门到现在，我和陆亚楠可是什么都没说。需要这么侮辱我的智商吗？你们说什么？从你们脸上的表情就能看出来。接着说吧。 我还真想知道到底还有什么不能让我听的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干脆就说开了。陈雨静，我问你，难道你心里就一点怀疑都没有吗？要是没有，你干嘛又找钟立伟，又找冯岩的？真相难道就那么可怕吗？陆亚楠，你要干嘛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我就知道，上次肖克明让你停职。 你心里就对他不满，陈雨静，你不要无理取闹，我怎么无理取闹了？我没有你这么冷血，我关心肖克明，我有错吗？我从未怀疑过他，我只知道他现在是被人诬陷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你能管什么？你只能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。我只是劝你让你冷静一点，陈雨静，你是一个医生，寻找真相不是你的工作。我告诉你，陆亚楠。 不管谁想看肖克明的笑话，我都不会让他如愿的。你说谁想看肖克明的笑话？是说我吗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都给我闭嘴！少说一句话会死吗？陈雨静，别人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儿。我和陆亚楠从来都没有说过肖克明一定勾结了非法药商。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敏感啊？还用得着你们说出来吗？ 想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有错吗？嘿，奶奶的！三哥，人，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？钱我一定还上。宽限。 再宽限你几天，老子连面都吃不上了。宽限你俩礼拜了，我屁都没见着，你给脸不要脸，你是？听好了啊，48小时，再还不上钱，把胳膊留着。三哥，我求你了，再宽限我几天。三哥，叔，讨价还价呀，啊？ 我这是农贸市场啊，我这是三哥赌场，听明白吗？宽限几天，我那么爱你啊！48小时就是48小时，就是两天的意思，听明白没有？现在已经过了3分钟了，3分钟过了，给脸不要脸，滚蛋！雨静，你是不是去找了冯岩和他的家属？ 怎么了？冯岩的妻子去找了纪检的人，说我们医院派大夫去骚扰他，想让他们翻供。他们良心被狗吃了。雨静，答应我件事儿，以后不要这样做事情，这样只会把事情越弄越糟。陆亚楠这么说。
你也这么说，你们都说是我把事情弄糟的，可我做什么了？我只是想调查真相，还你一个清白，我有错吗？没错，我不是埋怨你，我只是觉得现在的事情太复杂，太敏感，你做事谨慎一点，不要给别人落下画饼。我做事不谨慎，我幼稚。你们都是对的，只有我一个人是糊涂的，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搞砸的，行了吧？ 雨静，你别那么冲动啊！你还有什么要埋怨的？一次性说痛快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院长通知我今天上午必须去卫生局纪检，事情可能闹大了。安然医院需要的这批药品，我们药事委员会投票通过了，整个过程都是公开的。我作为科室负责人。 亲自同意这批药品购入安然医院，这也是惯例。药品来源手续齐全，你们购买的这批药品确实不是从正规渠道得来的。我后来又亲自去了一趟江城市，发现瀛州医院的监控视频被抹掉了10分09秒。这说明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。我想说明，我和安然医院都是被诬陷的。现在的关键是。 你怎么能够证明瀛州医院监控视频不是你，或者你授意别人抹掉的呢？钟主任好。我上午去了趟卫生局，卫生局怎么说？他们现在认为我也有删除那10分09秒的可能，而且是重大嫌疑人。 抱歉，我既然知道这件事情，就必须向上级领导汇报。我知道，要不然就不是钟立伟了，坦白率直的钟立伟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，清者自清。当然。这导演怎么拍一部电影破一次记录？ 17亿美元的记录都能让他给破了，早知道我压他能成吗？哼！哎呀，魏哥，这个呀，就叫才华，还真别不信邪。怎么着，雷律师？赢了钱也不坐这儿喝一杯就要走啊？改天，今天真不行。 我要结合美分。行了，雷律师。连3幢净挣30万，还有新的爱情生活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出事了，出大事了。出什么大事了？你到底欠了别人多少钱？上万了。 几万？两万？说清楚到底几万？2万。2万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几把牌的事儿，我一冲动就都输了。行，你再去赌，20万不够，你去借20万，20万不够，你去借200万。冷静点。我没法冷静。 告诉你，我只是你姐，我不欠你的。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你不是不知道。你被放高利贷的他，卸胳膊卸腿，进监狱判刑都是你自己的事，你活该。48小时必须还吗？现在就剩下12个小时了。好，你就直接去告诉你那个什么三哥，你没钱，你姐也没钱。 雷哥，你给我想想办法呀！这不是我不帮忙，现在我的钱全套在股市里边，我手头真的是有点紧，而且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这么多钱。雷哥，就2万块钱你都没有，可是除了股市还有基金呢，我的钱。 雷哥，我求求你了！何磊，你还要脸吗？
克明，吃饭了。克明，你多少还是吃了点吧。啊？没胃口，吃不下。克明，你不让我问你的事，我可以不问，但是你不能不吃饭呀。我真的吃不下。 你要是没胃口，要不给你做点别的，炒个辣椒。你就别忙了，你挺累的，一会儿还得上班，你快去吃饭吧。你要不吃，我也不想吃了。可明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我不想说，我只想一个人在这坐一会儿。 你要是真的不想吃饭，就去上班吧。今天的会议安排就是这样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钟副主任，能和你谈谈吗？陈玉静。 我们科正在开会，你有事儿散会之后再说。可我不觉得有什么事儿，非得掖着藏着。陈大夫，有什么话请讲，我听着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肖克明是不是真的勾结了非法药商？这个问题，我回答不了。你不就是怀疑肖克明卡里的那笔钱吗？那笔钱的存在。 是一个事实。为什么往肖克明账户上打钱的那张卡，打完钱就销户了？为什么冯岩和他的家属一直不敢见我？为什么你们都不怀疑冯岩是诬告？为什么你们宁可相信冯岩，都不去相信肖克明呢？我们找不到冯岩诬陷肖克明的证据，这也是事实。难道你真的相信肖克明就是因为钱，把药品当成商品买卖的吗？ 既然你问我，我只能实话实说。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肖克明，所以目前这个阶段，我只能选择相信证据。为什么现在出了问题，所有的罪都要肖克明一个人扛？如果肖主任是清白的，他什么都不需要扛。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很虚伪吗？我要你现在告诉我，肖克明到底犯了什么法？没有人说肖克明违法，调查的目的。 就是为了找出谁违反了法律。你和肖克明都支持肾脏不给李中天的决定，可现在出事儿了，你又去卫生局纪检举报，现在的结果是什么？肖克明被停职，被纪检调查，而你呢，钟副主任，你摇身一变，变成了泌尿外的负责人。这里面你就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吗？玉静，你能不能别说了？玉静。 你这么说就不客观了。你们俩都闭嘴。无论到什么时候，只要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肖克明违法，他就还是安然医院泌尿外的主任。有人说你是一个嬉皮笑脸的花花公子，也有人说你是一个不在乎名利的人。我今天终于知道了，你在乎，你的心机深得可怕。你可以一边说着漂亮的话。 一边干着背叛朋友的事情，陈玉静，把他带到办公室，等我回去再说。玉静，怎么回事？走，跟我回去。你还想干什么啊？还不走？跟我回去吧。钟副主任，对不起，我手下的人没有教育好。 丢人现眼了！你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想解决问题，还是破釜马捷啊？你还像个医生吗？穿着白大褂，叫时刻想着尊重自己的职业，丢人都丢到别的科室去了。马上给我写份检查交上来。
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能理解，但是也不能胡来啊。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个方式方法。好了好了，先回去工作吧。 心里去，我知道，我没往心里去。怎么了？你往心里去了？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吗？你想过没有？不管肖主任最后有事没事，你的立场都会很尴尬。没有人喜欢打小报告的人，而且我撼动了安仁医院的招牌医生肖克明。还而且，我的职务很敏感。 现在谁都能看见我在负责泌尿外科的工作。老大夫们都说，这种事完全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的。我想问问你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说过，你希望我们所从事职业的环境，应该是干干净净的。我也希望。所以，如果换了我， 我也会这么做。谢谢。今天陈雨静大闹泌尿外科，我跟她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僵。以她现在的状态，我简直不敢跟她说话，一说话就得吵。美芬，你能不能找个合适的时机帮我劝劝她？我怕这样下去，肖克明还没垮，她倒先垮了。 美芬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是不是雷震那边出了什么问题？你别光摇头啊，你说话呀，亚楠。 你能借我一笔钱吗？借钱？多少？很大一笔。美芬，你知道，李中天留下的那200万，我是一分都不能动的。我现在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处理那笔钱。你是有什么困难吗？不能说吗？那算了。 你要借多少钱？先告诉我。2万。2万，我应该还能凑得出来。不过，你为什么一下子要这么多钱呢？我弟弟他又去赌了。三哥，三哥，我哪来了？带了个女的。 三哥，吃饭呢？这是你们家财务啊？这是我姐，你姐。哎呦，那真没想到，河里还有这么漂亮的姐姐，何姐姐。吃饭了吗？ 不吃饭，那就喝杯酒。相逢是缘分。酒我喝完了，欠条呢？有酒量，那一杯不成。老舅，何姐姐。
3杯，3杯才成礼，啊！你要干嘛呀？哥，你别动他！你想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欺人太甚！你想拨211100，我知道，那是免费电话。钱我已经还给你们了，酒我也喝了。你现在把欠条给我，我马上离开。我现在就报警。报警？何姐姐，我这屏蔽。除非你让我俩一辈子出不去，只要我俩今天有一个人出去，还是会报警。欠条。何姐姐，何磊，拿欠条。姐，是我。赌场就是我的家，环境卫生靠大家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俩不会再和你，还有这个地方有任何关系。走。干什么的呀？啊，大哥是个大夫。白衣天使，瘦点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彭丽媛，陈宇静大闹泌尿外例会的事儿，我向你道歉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不应该参与这件事。没事儿，我根本就没在意。以前我一直认为，做一个好大夫并不难，至少对我来说不难。但是，做一个有签字权的科室主任，简直就像是在走钢丝。人总得有梦想吧，就像你的梦想，把器官移植中心做大做好。这可能是很多人认为我有野心的原因。钟丽媛，你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你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像个侦探一样，调查所有你认为可疑的线索？你知道，我不喜欢肮脏，喜欢干净。我不喜欢无影灯下有见不得人的阴影。我不喜欢穿着白大褂的人，用一双脏手拿着手术刀去触碰患者的身体。我不喜欢一些小人在医院这个纯洁的环境里相互勾结，毒害医生，伤害患者。我不喜欢别人在背后指着医生说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职业。这种解释你相信吗？我相信。我也相信大多数医生的想法和你是一样的。其实你也是一个这样的人。之前我说你太幼稚，太冲动，但现在看起来，好像是我太幼稚。也许回避和遮掩这种方式已经不合时宜，也许揭露黑暗，也是新时期医生工作的一部分。你的冲动，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大渊。其实我刚才的问题是想问你，近乎于疯狂的调查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？抱歉，我还是不能告诉你。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？你有伎俩，是吗？你怎么理解都行，我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哼，你滑头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现在正是得团结的时候，你们俩怎么还闹得这么针锋相对啊？雨静，我们俩别吵了，行吗？我从来就没想过要跟你吵。这就对了嘛。但是在肖克明的问题上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。没人让你让步，大家只是希望你理智一点。你忽然闯进泌尿外科会议室去质问钟立伟，这样的行为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
对于肖克明来说，还有比停职或可能失去行医资格更糟糕的事情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假设你是被人冤枉的，那么洗清你冤情的方向是什么呢？庄自强、魏德豪，还有安然医院的某个大夫。但现在庄自强死了，安然医院的某个大夫成了未知的 X。如果魏德豪是想要陷害你，那他的动机是什么？这事儿我也一直在琢磨。矛头开始针对我，是从庄自强父亲家被盗开始的。当时我告诉警方，庄自强可能留下能证明魏德豪和非法药品有关系的证据。魏德豪一定是知道了小庄留下了什么，而且他担心这个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在我手里。庄自强的死因已经确定了，是外伤致死，家里又被盗，这应该也是一个突破口。所以进入安然医院的那批药必须弄清楚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肖大夫、钟大夫，你们放心，我也想查出真相，让凶手得到惩罚。这样，小庄的在天之灵才能得到安心。如果需要我配合你们，您尽管说。我们觉得，小庄生前留下的东西里肯定会有线索。庄师傅，麻烦您把之前所有查过的东西再仔细的查一遍。我知道了，我再找找看。阿芳，都两天没小便了，要不咱还是回医院看看吧。算了吧。阿芳，你怎么了？疼得很。你得坚持点，这就去医院。郑主任，肖主任。怎么了？肖主任，我找钟主任有事儿。你不用尴尬，我停职期间有问题，当然应该请示钟主任了。没问题，我不会介意。冯岩被送进医院了，他出现了不良反应，可能是排异了。肖主任，一块去看看吧。你们先去安排病房。知道了。孙大夫，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患者已经两天无尿了，而且肾脏持续疼痛。应该可以确定是急性排异，上激素冲击。如果激素冲击之后患者的肌酐还下不来，联系透析病房准备透析。钟主任，肖主任现在可还在停职期呢，现在跑这儿来指手画脚不太合适吧？肖克明大夫是冯岩的主治医生，我们需要他的意见，出了事情我负责。护士，激素。尝尝新的咖啡豆。你知道吗？刚才让你参与冯岩治疗的时候，我忽然间有那么一瞬间有点后悔了。怎么了？怕我杀人灭口？让一个被停职的前主治医生接着治病救人，是不是也违规了？明白，害怕犯错误。刚刚开始主持泌尿外的工作，还没过够当家做主的瘾，对吧？我呀还真没那个瘾。后来我一想，违规我可以推给别人啊，我就给董院长打了一个电话，董院长同意了，违规也算是他违规。你这种行为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足智多谋，老奸巨猾。不管怎么说，冯岩还是病人，无论他和家属对你什么态度，你都不能说出刺激他的话来。我明白。虽然你被停职了，可你还是个医生。谢谢。病人第一，这不用你提醒我。钟主任，肖主任。
肖主任，给点意见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肖克明不能给我家属看病，我们拒绝他给我们看病。冯岩这次入院，初步检查身体状况不太好。 他的移植手术是肖主任给做的，肖主任也最了解冯岩的身体状况，由他做顾问会更有利于治疗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主治医生了，甚至说不是安然医院的医生。 想象中还要黑夜，我会用所有的。